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次呢条片咧就主要系讲嘢嘅，咁打机都系次要嘅，咁但系提我话，首先讲翻你白金光先啦，我电灯挂捉嗰只电灯挂，咁而家就升紧你啦，冇错，都 OK 嘅，咁呢一样嘢下条片我都会再讲下，点解用电灯挂或者点啦，系啦，而今次讲翻，今次想讲嘅就系2017就完啦，我2016就得翻几日，所以就想拍条片讲翻啲 YouTube 嘅事情嘅。即系我呢个 YouTube 频道啊，或者点啦、啊。好，咁我自己就做个经验，呢个 YouTube 入咗嚟，即系开始 upload 片嘅，就有大约一年半左右啦，差唔多啦，一年半。咁一开头就第一条片就唔系一年前嘅，就四年前嘅。咁但系条片就冇咩特别嘅啫，只系纯粹试 upload 啲片，即系当系一个玩咁样啦，系啦。然后就系、是。系啦，一年半开始咧，我就开始 upload 定期 upload 啲片啦。即系一开头我就系拍第一条，好似暗杀教室先啊，暗杀教室嘅手机游戏包围时间嘅。咁啊，好可惜今年就结束咗营运啦。本身我都谂住想货金支持下呢只 game，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无货嘅，谂住俾第一次货金俾佢，但系好可惜佢系结束咗营运。点解我咁想货呢只咧？因为当时我个账号系唔见咗嘅，系啦，当时个账号唔见咗，又冇货金嘅记录啦，所以比较散。我嗰阵时都谂系冇咩机会好渺茫啦，攞翻呢个账号，但系最后我就用日文咧 call 呢个客服，咁就客服就同我讲翻，都即系 check 翻一啲嘅手机资料啦，咁咪俾翻我，所以我都觉得好开心，亦都觉得呢个客服都 OK 嘅，即系唔系话。唔系话系咁拖啊，或者点啊？不过最后都系用咗十零日啦，差唔多啦，我谂，因为要都比较麻烦啊，攞翻个账号呢啲。我自己就唔系做啲咩游戏，但我知道攞翻个账号都比较复杂啦，因为又唔知道你系咪嗰个人，唔系嗰个嘅本人啊，唔系嗰个账号嘅主人咁样啦。咁所以咧，那个过程都非常复杂。咁啊，过咗十几日就攞翻，咁啊想货金，但系好可惜佢就结束咗营运。咁就係啦，然后就第二个系列就係 Pokemon Mega， 应该就係、是、当时就係日文嘅，全日文嚟㗎啦。咁但係我唔知點解我係会玩，可能即係我自己讲，而家讲返可能我会觉得係有新精灵，有原创嘅精灵啦，劇情我係完全乜都唔知嘅，係啦。咁但係而家識睇少少日文都冇咩作用，因为佢全部都係日文呢，我係好要一路读一路睇先至会仲要你嗰啲日文程度要高啦，如果唔系你一大堆日文咧，你系完全唔识嘅。如果有汉字都题外话，有汉字都比较上易明，但系如果系成堆日文真系好难，冇心机去睇嘅，系啦。咁啊，当就好似你玩翻 Pokemon 金版嘅时候啦，咁如果你玩翻金版咧，就会见到一大堆日文，你系完全唔想睇嘅。同埋佢啲排位又唔係好，呢个另外题外话啦，係啦。咁排位就唔好啦，当时银版嘅时候。咁啊冇咩心机睇嘅，係。係啦，讲返呢个 Vega 先。咁就係原创啦，当时嘅拍片模式都係比较上差啦，一啲剪片模式都係非常之简陋嘅。你见到我係直接掉条片出嚟就算。而且我讲嘢都好少讲嘢啦。咁如果大家有睇，应该其实好少人有睇嗰条片。因为係囉。好闷啊嘛，我自己都顶唔顺啊，大佬，我自己都顶唔顺，我自己喂几时讲嘢啊？喂呢、這个人几时先开口？我喺度等紧，即系睇咗成分零两分钟，哇，终于讲嘢，讲几个字嘅啫，其实系啦，咁分零两分钟讲几个字都好大，好严重嘅问题啊！咁因为最主要就系你唔讲嘢，咁啊冇声出，咁睇呢条片净系为咗打机咯，咁啊，咁我唔使讲嘢都得啦，系咪？我唔使讲嘢，直接拍条片上咪得咯，系啦。咁但系都冇咁做啊。当时都初尝试拍片，即系讲住嘢咁拍片嘅，系啦。咁啊，唔系好掂啦啲口，一啲嘅口才，即系唔系口才咯。我而家都唔系好口才，但系就比较上多咗讲嘢咯，多咗讲嘢。我玩一路睇紧，一路打，真系有啲分心啊，系。
拍片嗰方面咧都系好简单，就咁拍完，仲要系画质唔系好高，因为当时个 GPA 就非常之简陋啦，又冇教过啲咩画质问题，都系比较差。剪片就唔使讲咧，更加唔使讲啦。剪片嗰阵时我系乜都冇搞过，直接掉上嚟嘅，拍完就咁掉上嚟。啊，唔系，有啲位都会剪一剪，我记得当时就有啲。可能有啲位置會 cut 咗啊，咁啊焗住，即系咪焗住啊？点都要剪一剪嘅，系。咁但系求求其其咁啊，连埋一齐，哦，咁啊完成输出，输出完咧就直接上传咁样啦，都系啦，比较懒啦，就冇而家咁样嘅，而家就应该会好好多啦，因为我自己都会睇晒成条片，因为嗰阵时就。冇咩经验啊嘛，系啦，一开头我冇经，完全零经验啊。当时就唔识剪片，唔识拍片，唔识嗰啲咩缩图啊，缩图就另外啦。缩图唔整都冇乜问题，如果你条片系本身质量高嘅话，质素好喎、啊。系，死啦，讲紧咩啊头先？因为打嘅真系好分心，谂谂先啊，系啦，我系要睇翻自己条片讲我啲咩先记得。啱啱就讲紧唔识拍片，唔识剪片啊嘛，系啦，应该就系呢一度啊。而家2016都尚算 OK 啦，即系一啲剪片嘅手法都比较上会熟悉，比较熟练啊。系啦，因为剪得多嘛，剪得多就识噶啦。OK， 然后拍片，即系我自己拍片模式都 OK。都好大转变啦，讲嘢多咗啊，有啲笑位讲下，或者分享下啲心得之类，都应该都好大转变喺呢个2016年啊。咁当2016年呢一个频道就升得几快嘅，系啦，就应该我唔知道大家边条片订阅我啦，我自己觉得可能系特别篇啊，特别篇 red 啊，同埋蛇纹木应该都呢两条片居多啦。有冇系秩序的斑马入嚟噶？因为秩序的斑马我发现好多人睇，但我系比较好奇点解会咁多人睇，即系可能系俾嗰个一命爆机嘅嘢吸引咗咯。但系其实佢嗰个唔系一命爆机，系俾你可以重新俾你回血嘅，系。咁但系嗰、那个通关嘅时间比较短啦，即系譬如你一个钟应该都打爆机啦，除非你系咁升咧，系咁用。即系打算升咧，打赢最终大佬啫。如果唔系，都好快玩完啫，都比较遗憾啊。其实都 OK 好玩嘅，有挑战性啦。但系最终都系系啦，最终我系输咗啦 ，bad ending 啦，应该系。因为如果系 good ending， 应该系杀咗只王啦。咁但系我唔系杀，即系俾佢杀翻转头嘅，系啦。咁啊，唔知迟啲会唔会出咧呢一啲嘅类型嘅。剛才讲到是哪条片订阅啦，咁我自己觉得就是特别篇啦，系。咁啊，仲有啲咩讲下呢？特别篇嗰阵时都好多后期功夫要搞嘅，即系后制方面都好多嘢搞嘅，即系例如我翻一路打紧要翻译啦，因为我自己入英文唔好，咁我想未来2017年咧英文会好啲，英文同日文会好啲啦，系啦。咁我未来可能会进修一下，即系唔算进修，即系自己睇。睇多啲，读多啲，写多啲咁样咯。呢个日文啊，英文啊，两个都我最主要都系要接触日文啊、英文啊呢两个最主要嘅咧。咁系啦，国语嗰啲就唔计住啦，因为国语我自己都识听少少嘅。因为系啦，香港问题呢、这个香港问题咧就应该好多人都会识呢个三文两语啦，即系譬如英文啊、日文。英文、日文、中文、國語嗰啲都應該好多人知道，因為香港都幾國際化，即係好多人識好多嘅語言。咁呢一個就係另一個話題啦。仲有啲咩講下呢？係啦，咁啊，對訂閱人數係急升嘅，今年就升咗好多。我記得我今年上半年啦，唔知仲係幾百訂閱啫，跟住後來就飆升到而家3000多到啦，係啦，3000多左右。都升得几快，今年系啦，都几开心啊，3000多。咁但系唔知道会唔会有10000嘅机会啦，因为都系啦，我主要都系拍呢个 Pokemon 啦。其实我呢个月左右都尝试去转一转嗰个游戏嘅
即系主要频道我拍 Pokemon 啊，咁啊想转一转其他 game 嘅，咁啊见到我系拍咗一啲 Minecraft 啦，系啦 ，Minecraft 其实我有玩，即系两年前已经有玩噶啦，但系嗰阵时就冇咩都系啦，都系冇咩坚持，冇咩持久。哇，做乜突然之间天光？我呢个色好似黄黄地，几特别。好，咁头先讲咩啊？讲 Minecraft 系啦，一两年前，都唔系两。应该两三年前就有账号啦，咁当时都有拍嘅，但系都系冇咩恒心，冇咩继续玩落去，系啦，当时亦都系冇玩落去嘅，直头系，系咯，因为嗰阵时就同另一个嘅朋友拍嘅，咁但系成日都夹唔到时间，所以最后都 cut 咗啦。然后我自己单人本身都有个频道嘅，但系即系单人嘅片啦，但系都系冇玩到嘅 ，OK。咁呢个 Minecraft 你见到我而家系拍一个孤岛嘅系列啦，咁啊每礼拜四系啦，礼拜四我就会出一条片嘅，咁所以就慢慢转紧型啦，即系转下其他啦，都唔算转型，因为我而家 Pokemon 都系有玩嘅，同埋一啲手机游戏我有玩啦，崩坏三啊，仲有只乜阴阳师啊，呢啲都想拍嘅。近排 P4 又真系冇咩嘢玩 ，3DS 又冇咩嘢玩，所以我都谂唔到有啲咩可以玩。系啦，即系今年其实2016年嘅秋季都冇咩特别大作咯，我自己觉得啦，因为我自己玩开啲 game 都比较上简单少少，即系唔算简系咪简单咧？即系我自己唔系玩开嗰啲 FPS 嗰啲射击游戏啊，达数嗰啲我就麻麻地嘅系啦，我主要中意玩。我中意玩啲咩？我自己都唔知嘅，我买 P4 啲全部都系人中之龙嚟嘅，人中之龙啊，系咯，人中之龙都好玩嘅。另外仲有啲咩咧 ？Watch Dog 有啦 ，Watch Dog 有玩。仲有啲咩 ？Watch Dog 啊 ，Far Cry 我都有啦，系啦，好多都有。呢一啲我都中意玩嘅。咁但系今年就真系冇咩嘢玩。FF 我自己唔系 fans， 所以我冇玩啦。我唔知点解自己唔系 fans， 因为嗰阵时我冇玩咯，因为觉得。唔啱我玩，所以我冇玩。系啦，我自己就比较中意玩一啲益智啊、冒险嗰一类嘅。咁啊，下半年应该有只嘅古惑狼出，嗰只应该可以拍，应该会玩嘅。因为古惑狼都系我童年回忆啊，古惑狼嗰阵时都觉得好好玩，而且我都系未爆机嘅，因为 P2 细个亦都唔会点样系专心咁玩啊，都好简单，求其有嘢玩就玩，系都唔会理啲咩过关问题，即系你。细个你玩 game 不嬲都系咁啦，即系讲翻我自己 online game 都系玩啲 online game。细个玩 online game 咧就完全唔识一窍不通只要你有得玩咁咪得啦，行嚟行去见个人行嚟行去就觉得好好玩。细个系啦，呢个会暴露年龄啊，肯定系啊。我觉得大部分应该知道我的年龄。OK， 咁啊讲翻 online game 啦，咁你见到嗰个人打下打下行下行下就觉得好开心啊，就唔会你再进一步谂啊点样点样再劲啲啊，或者系。同人有多啲嘅互动啊，即係譬如你劲啲可能嗰个技能上组队上一啲副本呢都会有用，咁但係当时我冇諗，細个就乜都唔諗，就係有得玩就算，咁但係大个咗当然唔係啦，好多嘢都係啦，好多嘢都要继续玩落去先有意思嘅，即係譬如古惑狼爆个机咁觉得开心好玩嘅，就係咁囉，就想讲一样咁嘅嘢嘅，係啦，咁暂时其实我想讲一讲一样嘢，就系关于一个 YouTube 嘅赚钱问题，即系可能好多人都问啦，就 YouTube 系赚到钱咧？其实赚到嘅，不过唔系多咯。当初我拍片都系，其实都系因为有啲人，有啲 YouTuber 就拍咗一啲嘅 YouTube 赚钱嘅方法啦，又或者系咪真系赚到钱？即系 YouTube 真的能赚钱吗？嗰啲片啊，又或者系 YouTube 赚钱 ，YouTube 可以赚钱吗？嗰啲嘅标题呢。咁我近日去听完咧，就觉得可能有钱赚啊，或者系咯。咁当时我就信咗呢一样嘢，就本身系拍片目的就系为钱啦，系啦，为钱拍片冇错。咁后来就知道食得屎啦，系啦。咁如果你有拍，你知道；如果你系一个冇咩人气嘅 YouTuber， 你就知道拍片系食得屎。如果你冇拍 YouTube， 我可以话俾你听咧。一个月嘅钱咧系
少到可怜，系啦，少到可怜，搵餐饭都话有啲危机。OK， 就系咁啦。咁 YouTube 的确系可以赚钱，但系你系要睇翻你自己嗰个点击率啊，各方面咯，即系嗰啲广告啊，啲人有冇睇啊，揿入去啊嗰一类。咁样揿入去就有钱搵嘅，应该就系，因为我自己都唔系好睇，唔熟悉啊，即系佢本身。Google 嗰方面又冇太详细了解，我自己理解就系咁啦，我唔知道有冇错嘅，系。咁啊，当时就系为钱啦，咁啊，后来就发现冇可行，因为我玩咗一年先够钱啊，我记得好似玩一年先够嗰个数量数，即系嗰个金额啊，那个金额先可以俾钱我，冇错。系啦。如果你真系立志想用呢个 YouTube 揾钱咧，你有几万或者几十几万地先至好系啦，全职啦。因为我真系唔系好建议打全职嘅，但我而家都老实讲，我而家都系全职啊。因为我其实本身我系想翻工，因为我自己想换新电脑嘅，因为好多 game 我部老爷机已经玩唔到啦，但系一啲嘅。问题一啲因素问题咧，我就冇办法嘅，系啦，冇办法去翻工啦，因为我自己因为靠 YouTube 真系食得屎啊，呢笔钱真系食得屎啊！如果要靠，你可能分分钟你搵嗰个几廿蚊、三十八蚊最低工资，好似系三十八蚊嘅工，即系譬如你翻一啲物 M 记啊、肯德基啊嗰啲 part time， 都一定多钱过 YouTube 噶啦，肯定稳定过啦。即系你，就算你38蚊，你一个月一个礼拜做5至6日，或者4、5日啦。嗰阵时我有翻过一份工啊，翻4日嘅啫。咁啊，攞5000蚊都好，暂时都 OK 够用嘅，系啦，即系都 OK 啦。对我嚟讲，都唔差啦。咁但系日后就一定唔够啦。OK， 系啦。咁你可能唔一定係38蚊嘅，譬如你搵啲工係50蚊嘅，咁就仲多嘅。就如果最好嘅就係正职加份，即係一路正职一路玩住咗 YouTube 係最好嘅。咁但係当然用呢个赚钱嘅心态呢就唔係咁好啦。咁当然亦都会有啲咁嘅人嘅，係啦，会有啲咁嘅人会即係当正係啦，即係譬如諗尽方法点样去增加点击呢，即係譬如呢一个亦都係另外一个话题，都插少少入嚟啦。咁啊，可能有啲人呢会用呢个缩图嘅即係一个吸引嘅缩图吸引人入嚟睇嘅。咁我自己都有做过一啲圣灰啦，一啲圣灰我都係有一个好吸引嘅缩图引大家去睇。咁但係嗰个缩图呢，我自己条片都係有播返出嚟㗎嘛，係啦。咁但係嗰个人係冇嘅。咁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我讲边个啦？系啦，好多事都系咁嘅，咁就系咯 ，OK。咁但系今年2016年咧，我自己剪片都剪得多啊，或者点啦，我自己心态又变晒啦，即系完全已经唔系为咗钱，我自己想系条片会出得好啊。你见我 MyCarPhy 剪咗好多，即系唔算话好劲，但系我自己都用咗1-2个钟去搞啦，然后输出都2个钟。咁大约夹埋4个钟左右嘅，咁特别偏 red 都系我真系搞咗好多时间啦。主要就系翻译个问题，咁后期可能又要打啲字上去，就个所需时间都比较长啦。咁后来做下就觉得好好玩，其实剪片真系，其实我自己觉得好玩啦。即系你剪完片，咁啊等一条片出炉啦，条片出咗嚟啦，然后 upload 嘅时候咧。如果有人睇啊，有人 like 啊，我自己觉得好开心，因为系自己作品啦。自己作品就有人想睇，有人想睇啊，有人想睇，有人俾 like 咁，我觉得 OK 嘅，即系自己嘅作品出嚟。简单嚟讲，你觉得可以当系一个导演嘅心态啦。人哋自己嘅作品出嚟，人哋睇咗会觉得好开心嘅，就自己都会开心埋一份咯，系啦。咁啊，拍片就系有个咁嘅心态，越拍越，所以你见到我后期而家啲片都比较上，即系唔系话好高质，但系我自己都必定要睇咗一次先嘅，必定都会睇咗一次先嘅。
咁呢一样都讲返少少啦，如果自己都唔睇自己条片呢，咁但係人哋睇你条片都即係人哋可能都唔会点睇你条片㗎，因为你自己都未睇过条片，有好多问题你自己唔知道。自己唔睇晒条片呢就保持唔到嗰个嘅，即係唔知边啲位有问题。係啦。咁就係呢个问题啦。而另外一开头我都犯过好多嘅小学鸡错误嘅。即係小学鸡错误就不外乎一啲嘅 game 声太大，自己把声太小，跟住咬字唔清晰之类呢，我自己都经历过嘅。即係係囉。可能之前啲片就大家都发觉到嘅。係啦，咁啊係囉，係咁讲返呢个 YouTube 我做一年半嘅经验啊经历之类嘅。咁未来唔知会唔会拍啲其他片啦，咁暂时手机 game 都系崩坏啊阴阳师啦。咁 P4 就冇咩嘢玩，係啦，我下半年都唔知有咩玩好。因为我自己都未睇一个游戏表啦，而 3DS 就暂时都得返新版玩嘅，新版我都未爆未草图鉴之余，亦都几日冇开咯，新版好耐冇玩咯。咁迟啲都要玩返，因为我自己都未玩。自己都未玩二周目啦 ，Red 又未打，乜都好多都未做啊，系咁啊，今年孵蛋，我新搬孵蛋，蛋都未孵过，就算孵都系孵一两隻啦。因为嗰阵 XYORAS 咧，我都系有孵蛋，有孵蛋嘅习惯，即系打完一周目咧，就打埋二周目就孵蛋啊。咁但系今年新搬就冇搞到啦，系啦，所以迟啲都要搞翻嘅。咁今次呢条片就去呢度先啦，20分钟左右就讲下一啲 YouTube 嘅2016年嘅我频道啊，有啲咩变化啊，一啲经验啊之类等等。咁2017年就再继续努力啦，係啦。咁拍更多片，拍更多好笑啊带俾富罗人嘅片啦。咁好笑之余，我想一啲 game 可以带出一啲道理俾人啦，就唔单止系打技，我自己觉得系啦。咁今次呢条片去呢度先啦，2017再见，多谢大家支持，系咁先，拜拜。